找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在我们刚刚看妙净长老的 DVD 啊，妙净长老说到一件事情，他虽然讲的是故事，但是有透露一个重大的讯息，就这个难陀王和龙君比丘的对答。从这个事情上面来看，龙君比丘学习了很多的佛法，他是有这个如量智或者是厚德智，也说是全智，大家还记得不记得？对，实智就是你真正的见到空性，这个任何人都无差别都可以见到。但是你能不能弘法，能不能度化众生，你如果没有学习这后天的智慧，你不能，没有办法度众生，或是你的根性不足，你度化不了众生。所以在世尊的僧团里面，能够分担世尊弘化一方责任的比丘，又能住持世尊僧团的只有两个。虽然世尊有十大弟子，但是这两位能住持僧团，让僧团不散乱，有规矩有规模，是谁呢？就舍利弗和目犍连，是日月双贤的弟子，他们都是大婆罗门来出家。在他们出家之前，他们都有500个徒弟了。那这个厚德智呢，或是如量智，或是全智，也就是后天的学习，后天学习这些知识累积，而你能够消化，所以称之为什么？厚德智。所以称之为厚德智。这厚德智还要观察众生的根基。众生的根基有时候不俱全啊，你跟他讲不相应的法，终归是无用。像我跟刚刚跟诸位的程度算是很不错。像这个印度佛教的止观法门，中国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的止观法门，和藏传佛教止观法门，或是他们的大圆满大手印的修行的见地，老实说，对于广大芸芸众生一般信徒来说，他完全就是听不懂，他也学不来，再说他也不想学。这是我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验所得，连出家法师都不想学。所以这个后天的知识学习和累积，世间法都是如此，我们要度众生也是如此。什么是世间法都是如此呢？像是大家知不知道，你怎么成为一个医师，就是透过后天不断的学习嘛。你考进医学院医学系，啊，全英语教学，然后呢，
经过基础的医学，不，基础的医学训练，至少6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医学系毕业去考医师执照，现在已经改了哈。考医师执照考到了，才能去医院申请实习做 intern。intern 这时候你就是真正的具有医师的身份和资格。以前我们不是这样，以前是什么？医学系7年级到医院实习，但是你不具医师的身份，只是实习医学生。这时候会在，这时候出现很多的弊端，因为你就是学生嘛，你没有执照，被护士欺负，被护理长欺负。连最小号的住院医师都会欺负，那你就是在整个这个白色巨塔里面，就是最低层的蚂蚁搬运工啊。这个是有问题的。现在就是你要大学6年级毕业，就所有的医学课程结束，大学医学系5年级开始要到医院去见习，寒暑假。好，6年级结束，拿到毕业证书，你才能去考医师执照。但医师国考，老实说很怎么样？很容易考，都是选择题。医师国考通过率应该是85%以上。好，你拿到医师执照，你才能去医院去什么？申请做实习医师。这是美国的制度啊，现在就是这样，这样会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？这个都是后天知识的学习和累积。阮迄个以前咧学拳啊，拳头师，他们也是这样。那你知道这个武术是怎么形成？就是甲人相拍相精嘛。啊，怎么样打人还会打得迅速、确实又哦致命要害？就是从不断的 搏击的经验当中，大家一直把它浓缩累积，所以这都是后天的知识累积，就是厚德志。它不是什么实质。它是全智。什么是实智？真正见空性、开悟正果，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。上智如舍利弗、目犍连，下愚卓利盘陀伽。卓利盘陀伽是3个月连一个偈颂都背不出来的愚笨比丘，那这个他的愚笨是过去的业障带来的，然后呢，他连浮尘除垢他都背不起来，就这4个字他都背不起来，但是他终究是有福报，我们还比他差呢，我们为什么比他差？他遇见了佛亲自教他。我看过的福报应该是大，但是造业过去很大，所以才会造成他没有办法度众生。有一次，舍利盘陀伽受比丘尼自治请教戒尼人，这个我想你听过。比丘尼作弄他，把他那个坐垫
堆的都一层楼那么高。他说：“哎，看你怎么上去做。哎，他有神通力，手一伸长就坐垫子了呀。其实到了这一步，比丘尼众应该要恭敬，但是在广律里面看到的是，在佛那个时代，比丘尼就欺负比丘了。”然后请周利盘陀杰说法，他只是讲一个偈颂，就底下就对他难问，六玄比丘尼对他难问，他就不能回答，他只好现神通，而不是现神通，舍利弗知道了，用神通把他掩盖住，然后他坐在法座上开始讲法。然后最终很多比丘尼得法眼净。这句话这件事说明了什么？比丘尼欺压比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，从佛那个时候就开始。印度很歧视女生，那比丘尼怎么可能去欺负比丘？对不对？应该是比丘欺负比丘尼比较有可能。广律里面就这么写。我想这些六群比丘尼大概就是这六个人啊，形成一群。他们都不是普通的那种低下种姓来出家的。你说再怎么？你说那个女众再怎么样在印度社会低下，但他们是高种性的，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。嗯，我就说到这。现在的社会对吧，那些你不可以反对他这个制度，万一有事不得调整。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修行，但是每个人的业报身就是不一样。修行呢，去除自己的分别心、妄想心、贪欲，倘若说在这上面还那么多的分别执着，为了寺庙、庙产、金钱，我觉得这样就违背你出家的初衷啊。好，我就说到这哦。现在3:30，我们赶快来讲。我们是要讲到破根净品。这颂文呢，我先给大家念一下，先念个前八颂吧。于平诸分中，可见为是色，言平全可见，如何能悟真？法尊法师是翻译，若见平色时，非能见一切，见真者谁说？平为可现见。诸有圣慧人随前所说意，于香味及处一切类因则，若为见平色，即言见平者，既不见相等，因名不见平。法尊法师是翻译，若由见色故，便言见一切，由不见于故，色因不明不见。有障碍诸色，体非全可见，彼分及中间，由此分所隔。即为于平色，亦非现见性，以彼有彼分，此分中分故。即为分有无，因审地思察，引不成为证，亦终不可成。一切有碍法，众皆众分所成。言说自亦然，故非根所取。一切成分色，复成为有分，故言说文字，此中亦非有。
离显色有形，云何取形色？即显取显色，何故不由声？离色有色音，因非眼所见。二法体即异，如何不别观？如离于色外，不见于色音。若如是二体，何故眼不取？好，这是前八颂。有的是我连法尊法师的翻译我都念。在我开始讲之前啊，我刚刚延续上面的话题，就是比丘教戒比丘尼，比丘尼恭敬比丘，这是一种伦理，这是佛留下来的制度。倘若说比丘尼不愿意恭敬比丘，比丘要不要去勒令他们恭敬？不可以，因为个人造业，个人担。他们不恭敬比丘，那是他的事。在我们诵戒菩萨七佛通戒记，若自观身形，若正若不正，管好自己。但是比丘尼和比丘共事的时候，要尊重这样的伦理。我们也不讲说八尊师法或是八敬法怎么样，这是一个伦理。如果一个僧团没有了伦理，没有了上座和下座、沙弥、比丘之间的分别，那不以规矩就不能成方圆，你修行就会不得利益。就好像我们修习止观法门，你没有惭愧心、忏悔心，先消除部分的业障，持戒又怎么会清净？持戒不清净，心里面就有所悔恨，有所悔恨又怎么修习定学入定呢？无法修学定学入定，观法也就不成，观法不成，止观二者皆不成，那怎么修行呢？持咒也是啊，修习本尊法门，各方面也是这样啊。那没有这个基础，没有这个规矩，没有这个伦理，就是行不通。这个你都是要深刻的去学习戒律经论，你才能知道这里面的含义。我以前在某个寺院讲经，比丘尼们来听，那来听经，那就来听嘛，还说跟知客反映说。这个比丘尼我看他不顺眼，叫他不要坐我旁边。比丘尼和比丘尼之间还会这样，我听了就，那怎么烦恼这么重？你这样怎么修行呢？我以前跟随妙净长老说，那个比丘尼对妙净长老咆哮，妙净长老的学生，那徒弟啊，妙净长老都微笑不吭气。我们当随侍比丘的都叫马白弄牙起来，妙净长老都微笑，那比丘尼咆哮发作完了，妙净长老说你讲完了，好了，我讲完了
啊，那个妙音长老说啊，那这一阵子非常感谢您的辛劳，谢谢您的发心。他说：“那您可以卸下这个重担。”我们一听，在旁边就不敢讲话。这就是妙音长老要赶人，把他驱逐出去，驱病。所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这样。这个宗喀巴大师啊，注意了，为什么要定下先显而后学密咒圣门的规定？尤其特重视戒律的持守。那在当时的西藏佛教，尤其是萨迦派的掌权，半生半熟的结果，由于元朝以萨迦派为国教，西藏佛教一片大乱，这样子元朝在中国九十年，实际大概80多年吧，它横跨欧亚非三个周的大帝国，最后被明朝整个灭了，赶回内蒙古去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他不重视文化；第二个，不重视什么伦理；第三个，不重视戒律啊。无独有偶的，把他赶回去内蒙古之后，萨迦派就开始没落。谁开始兴起？宗喀巴大师领导的格鲁派兴起，到现在还是掌权600多年了。那你说戒律重要不重要？戒律非常重要，但是呢，只靠戒律还是不行，要戒定慧三个均等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什么，我们说金钱不是万能，没有钱什么都不能。戒律也是这样，戒律不是一切，没有戒律什么都不行，都不用讲。出家是如此，在家亦复如是。在家居士团体没有规矩，没有伦理，就不能成为好的在家清净众，出家僧团亦复如是。啊，我是刚刚说的，那有些寺院，那都不管在家居士，那在家居士信众很多，但是非常纷乱，这都是问题啊！啊，不说了，来，我们看，来开始讲了。这个是破根净品。什么是破根净品？我们讲经的这个顺序是这样：第一个，先解释题目；第二个，解释科文；第三个，白话解释；第四个呢，解释白话中的义理思想；第五个呢，融贯于修行。要记，赶快记啊！啊，不记也没关系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一个先解释题目，题目把它解释清楚。那这个解释清楚，不要哦，这个名相堆名相，要大家听得懂的语言，听得懂的话。也不要照本宣科的照着讲义照念，因为有些人就是即使看着文字他就看不懂了，你说对不对？解释题目解释清楚，第二个解释科文，为什么要解释科文？
大家不要看怕这个什么新一新二更一更二，你就不要看那个，你看底下的文字，然后听我的白话解释，那知道这一品这一句诵的宗旨主要的内容是什么，这是解释科文。第三，宋文的白话解释，宋文大概都是五言一句或七言一句。什么是五言？什么是七言？就五个字一句，七个字一句，然后四句为一颂。这个你先把白话跟大家讲。但有的连白话解释了以后都，大家只是这都不清楚白话内容，那就要解释里面的思想和义理。解释里面的思想和义理之后，总不是文字上的佛法吧？它总能应用于修行上，这就是止观法门了。曾经我有一个师兄说：“哎，你什么都讲止观法门，那他总是不如念咒有效啊！你就自己去止观去吧。”他说：“修那个止观法门那么累。”一点都不什么快速捷径。刚刚我们看妙净长老的 DVD， 妙净长老怎么解答这个事情呢？那齐居士，你刚刚有看妙净长老怎么解答这个事？他说：“你修止观法门，你要学习佛法，学习戒定慧。那你学习戒定慧的时候呢？”用之于修行，一方面自己的烦恼执着去除，一方面对于佛法的认识你也提升了。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，那么透过众生的清净，佛法就会兴盛起来。大家对于佛法的认识都会上轨道了。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佛教。好，那妙净长老是附带提到净土念佛法门啊。当然也不是说净土念佛不好，我当初就是从净土念佛入门入手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净土持名念佛法门，它有广大的甚深意，绝不是像现在所弘扬的净土法门那样子局限而已啊，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，是有广大的甚深意。好，讲到这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啊？对，要读《般若经》。师父，妙净长老讲《阿弥陀经》也有讲，不可以只是这样。这个对于这个。老一辈传统老念佛是听不下去啊，因为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有历史渊源，因为近一百多年来，中华民国成立都是在兵荒马乱之中。大家想一想，你过去读的中国历史，我们在清朝的时候，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什么？不对啊，是《中英南京条约》啊，还有《中英五口通商章程》啊。你们历史都还给老师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要上厕所自己去。
是由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，中国的确闭关自守那么多年。 OK， 然后呢，晚清以来就是清朝末年，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都在兵荒马乱。中华民国建立，全国统一了没有？没有，到处都军阀割据。那这时候老百姓心中所需要的是什么？他需要即刻的安宁，所以净土法门啊，对，要和平。他心中要得到一方净土，所以这时候弘扬净土法门的特殊的一方便就出现了。那只要你好好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是那个慧远法师有没有？他在讲念佛法门，他是讲一天十万遍，我真的会得清净心。我知道你要讲的是这个，真的。好，念一个礼拜，他真的很清净。但是在这种兵荒马乱的一百多年当中，这很难实现。所以大家说，你不用读什么经论，这一句佛号，来听我讲，我是说它有它的历史背景。念这句佛号就代表一切经论，这个是经论全部都读完了才可以讲这个话。也不要这么说，这个是对治西谈，这个是有它的特殊方便的适应性，你不能说它错。好了，到现在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台湾安定了这六七十年，你再讲这样的话就不合时宜了。所以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只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是错的，这个话不该这么说。一句佛号念到底在那个时代是对的，现在是对的，只是你要专心啊，那你要读经读完才可以念、啊、是那我们学习《般若经》，学习《中论》，难道不是在学净土吗？是、哦、不是说只有念佛才是净土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为什么讲破根净品？我们看他的解释。什么是根？什么是净？根就是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用更白话一点解释，不要说五根六根，这个非佛教徒听不懂。什么是根？就是我们的什么器官啊，眼耳鼻舌身，还有我们神经系统意根，对不对？眼耳鼻舌身意，眼睛耳朵。我昨天碰到一个居士，我跟他讲五根六根，他说这是什么呀？他说他是受日本教育，我只听过台共。你讲的是敢是这台共？我说不是啦，台共是萝卜啦。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目睭、耳孔，还有啥？鼻，还有嘴。这是我们的那个器官的台语怎么讲？不是不，这是我们用的哦，你会使尴尬会到的，你要对他这样讲，他才听得懂。我说我们的五根、六根，现在回到这边来讲，我们五根、六根就是属于根。这根呢，就是什么？我们的器官、感官，我们能感知外境。好了，我外境又是什么？就是这里的色声香味触这法的六境。所以六根对于六境呢，你要不要执着？或是单独来说根与境，你要不要执着？不用讲就
啊，这个都是要破除这种执着，像是我们讲说为什么要破除对于器官的执着，我们别的不说哈，哎，那么很多的麻豆啊，什么麻豆知道？麻豆在台南知道吗？冷笑话都听不懂。麻豆，他们都是要去进厂维修，就是去微整形啊，整容啊。然后去抽脂，说是脸太胖，说要去抽脂，然后削骨。但是他没有认识到，我们这六根是无常的，会毁坏。好，外在的境界，山河大地、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个都是实际存在的吗？它也是因缘变现。既然身体的这六根也是会老病死，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六境六尘也是会怎样无常变化，那你为什么要执着呢？好，六根六境的执着破除，那我们心内所起的烦恼影像、喜好、爱憎，你要不要执着呢？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啊，你想使令心安静下来，但是你就会出现很多的影像出现，自己就会出来。这个影像冒完了，又下一个影像，这样一直连续不断，刹那刹那的生灭，你要去执着它吗？好，你的情绪、你的烦恼也是刹那生灭。如果你一直去执着这烦恼，我讨厌某个人，憎恨某个人，那其实是在伤害自己。好，要上厕所可以去哦。所以必须告诉你的是，六根对六根的执着要放下，对外境的执着六尘要放下，乃至于自己心中所起的六识心所，这些都是执着要放下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破根净。那这个你要破，要修止观，不是说，哎，举着很累，放下就轻松，没那么简单的。我跟你讲没有用，一直学。以前我在淡江大学佛学社。做学术组，我在中原大学做社长。淡江大学不太提倡学习佛法，因为他们是亲近中台禅寺。那中台禅寺派来讲佛法概论的法师，自己也不太懂佛法。为什么我敢这么讲？那是虽然是民国84年那时候，一直到现在他们都佛法学习的不深入。那来社团讲经，他也可以糊弄大学生，但没想到糊弄不了我。那社团没有对学习佛法有这种好药性，所以呢，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社团太多了，因为他总是学生社团嘛，有种善根就可以啊，是吧？
但是那时候就会种下这种因果和印象。这种如实的了知诸法是什么？无自性而空性。虽然这样讲一句话，当然你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才会知道。所以来讲课的法师也不清楚不了解，我那时候就深有感叹，我们自己是出家人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，出家的法师是这样子的素质，佛教怎么办呢？对，我们要办教育，我们要使僧众素质提升，我们要努力提倡修止观，不是提倡修密咒身，不是，它有先后次序。好，这个破根净，这就讲了。好，题目解释之后，我们看科文。所以根一根二我都讲啊，根一标品名，根二正式品文。更一标品名，把它详细解释这个这一品的题目讲清楚了。好，正式品文，新一广释破净实有的真理。什么是广释？广泛、广大、深入的解释，要破除外在境界实有，而显出真理。这是心一，心二，明白，明实有空与如幻相同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使令你明白，外在的境界，它不是实有的，而是什么？缘起无自性而空，如幻如化。空和如幻如化是不相反哎，这是心二。从心一又出来人一、人二、人三，破所取的根净实有是人一，就是说你所执取的六根六尘不是实有的。完全是你自己的执着。人二破能取的心心所是实有，心心所也不是实有的，是你自己的执着。人三使令你明白，没有这些实际存在的自体，它都是如幻如化的。那你要明白这样子的道理是稀有难得的，这是人三。好，科文都解释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看这个颂文呢，它其实底下还有别破总破，从总破分两个，正破视其于理，正破分五个，然后就举出平为例子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瓶子的呢？这瓶子啊，这瓶子是什么做的？哦，土做的，土捏成了瓶的模样，捏成了瓶的模样，它能不能就装水？不行啊，它还要这个阴干，阴干了之后呢，能不能就装水？起居室可不可以装水？不能。那还要经过怎样？经过烧制，烧制之后啊，它这个土与土壤之间那个缝隙饱和了，然后它这个土啊已经烧固化了，才能装水啊。
但是我们所见到的、认识到的这个瓶，是由我们的感官碰触到这个瓶、这个外境，而开始对它产生识别分别的作用，认识到这个瓶是什么色法，而这个色法的组成也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的组成。所以我刚刚说这个瓶子的由来是什么，土捏制，还要烧，还要阴干，还要怎么怎么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说破由根是现见的瓶啊，然后这个瓶有自信，它叫破次。好，我们看这个颂文，于瓶诸分中可见为之色，言瓶全可见，如何能悟真？白话解释是什么？如果经由你的眼根见到瓶子这个色法产生眼识，这个眼识有分别了别简别的作用，你就可以见到瓶的一切吗？什么叫做瓶的一切之分？瓶子的做成、组成，或是瓶子只现在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地方，瓶子的背面你看不看得到？看不到。瓶子的底部你看不看得到？看不到。瓶子有内和外，你能不能看到里面？看不到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瓶子，你真正眼睛所见产生眼识，这个眼识能见到眼的这瓶子的一切吗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在这里说，若见瓶色时，非能见一切，是这个意思。见真者谁说？瓶为可见者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以上面的例子来说，眼睛所见到的瓶子，你都不能看到一切瓶子所有的部分了，更何况你眼睛所见到的事实，难道就是事实的全部了吗？他主要是要这样讲这个。既然你的眼睛所见到的无法见到事实的全部，那这个事实还是全然不改变的事实吗？那这个事实是可以执着永远存在的吗？哦，当然就是缘起无自性了。好，这个是颂文的白话解释。那里面的内里含义呢，就是你要通达诸法无自性而空性的法义。既然能通达诸法无自性空性的法义，你就不会啊发生这样的过失。什么样的过失呢？现见外境的诸法执着它的实有和有自性。如果说你执着外境的实有和有自性，那就是说明你对于现见的一切诸法，你没有观察嘛，你也没有分析啊，所以你才会认为这些是实际存在啊。世人都是这样马虎。什么样的马虎呢？人会不会永远不老不病不死呢？不会，这是我们理论上所知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一般的世俗人
他就是觉得我就是会不老不病不死啊，即使我老了，我要赶快的去拉皮美容，永葆青春。我昨天见去鹿港见到一对老夫妻，那个老太太她就是这样。哦，师傅啊，那叫主笔哦，你这就大颗的啊，不是大颗哦，你谁啊？哦，就中阳的哦，你这叫你恩导哦，那一个出街然后一直搞完的，那我就这样一直想一想。他说：“阿叔，你哪一直搞我相片？啊，你安尼无礼貌。”我说：“不是师傅无礼貌，而是我惊你的手哦会疼啦。你不能说，这是盖罗，你卖搞我，你不要碰我。这个台语怎么讲？卖搞我卡，卖搞我卡。我就说啊，你年岁大，我的肉较硬啊，你安尼哦，我惊你的手会疼。”度众生要这样啊，所以这一颂他最后的意思是什么，我把它念一下。像俱舍论中说，欲界中每个事物都是由色声香味触啊，地水火风这种种的极微之体和最小的元素组合，瓶子也是。现在这些组合体啊，我们假名安立，我们叫它是瓶子，而我们眼根去接触到瓶子这个色尘，产生眼识分析。你见到这些地水火风种种元素了吗？见不到。甚至呢，瓶子的本身你还是有些地方你没看见。那你这样说，你连眼睛所见瓶子的全体你都没见到，你怎么可以说它是什么实际存在？你只见到的是什么？你眼睛可见到的显色。显色是什么？显示出来让你可以见到的色法。这个是讲外界。对。而瓶子的组成，这泥土你看到没有？泥土和泥土之间沙粒的间隙你看到没有？没看到啊。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这一颂主要是讲的，但是有些分析师他是认为说，眼识现见的一切法是一种分别寻思，亦即将分别事许为限量。这种观点与正理学派世间名言这种观点与正理世间名言都相违。世间人共许所见的量的外境，认为这是限量，如明月朗朗为限量之境，而不可能承许心事为限量之境。从正理而言，能见外境的心事是无分别事，绝不是分别事，不能许为限量。这种道理啊，你如果没有学因明唯识法相基础，你不太不清楚。所以为什么要学唯识法相，有它的道理。辨别外境内境心事升起的种种差别分别相。所以后来妙净长老转而弘扬为是有道理的。好，这一颂就讲到这。下一颂，
下一颂是什么？我们看，由上一颂的理来破其他的。诸有圣慧人，随前意，随前所说意，于香味及处一切类因者。好，这一颂呢，就是随顺前一颂。既然眼根触到瓶子这个外境色尘呢、啊，产生眼识，这个是缘起无自性的。那么其他的耳根、鼻根，还有什么舌根、眼耳鼻舌，还有身根、意根，也是如同眼根的处理方式一样。怎么说呢？耳根听到的是什么？哎，那个穿黑衣服的居士，你就是你啊，你围这个围巾，耳根听到的是什么？对，生尘嘛，是不是产生什么耳识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的就能这么顺利的产生耳识吗？我们分析一下，来黄衣服的居士。耳朵听到声尘，就这么顺利的能产生耳识吗？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原因呢。还有，你耳朵有没有好啊？耳力不好，都听不到声尘，或是声尘不够大声，不够清楚，你也不能产生耳识。对，空间还有距离，啊，真空就没有，因为没有空气能做传导，对，知道没有？所以你能产生耳识，不那么容易的，是众多因缘成就。好，鼻子能闻到，不是主菜，是炒菜的香味或煮饭的香味，产生什么鼻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个饭菜的香味是怎么产生的吗？热气才会产生，产生气体。来，你说。我不知道。啊，你讲。热气啊。啊，兄弟，我说啊。我们在做饭的时候，这个热空气带出它这个什么挥发出来，这个饭成熟的这个维系的什么粒子啊，空气的这个微粒，这是物质，这是什么微尘。然后你的鼻根有空气当作传播物，传播的中介物，它飘到你的鼻子，然后你的鼻子里面有鼻视神，不鼻神经啊 ，touch 到，接收到，然后呢？啊？对啊，这个就是法相为识，然后传到你的大脑，他开始做识别分别了解，才有鼻识啊。哦，这个是香的，这个是饭的香味，这个是菜的香味，这个是大便的臭味。啊，不是讲错，是说先有这个味道，然后有这个味道，你的喜欢或不喜欢，这就已经产生心所，懂没有？那这里要破除你的心锁，因为这是你的什么？我爱我见我吃我慢，所以这一颂就跟随着前一颂。如果你是有智慧的人，就随前一颂所说，香味触法都是无自性。
我这边讲一个例子，你修不进关的时候，我跟诸位讲，你先不要观察人体36戊、32戊，我讲一个最实际的。但你诸位回去要做啊，这才是真修。啊，不用微笑，你每次上完厕所，你不要先冲下去啊，你就靠着那个马桶就这样仔细的看，去闻那个味道，然后手去抓，然后你这样做如是思维。这个是我从我身体排出来，然后你一定觉得快要受不了，快要吐了。这个你每天都要上厕所的嘛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影像这个情景把它取向到心中，当你每次对于某件事物有贪爱心的时候，你这时候这个影像现前，你就摊开心，就脚底，有没有道理啊？王居士，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其实，啊，我跟诸位讲啊，没几个人能修得来的。恶心也是你的分别心。我以前跟随妙净长，我们跟着他到处听经讲经。寺院供应饭菜好吃难吃，妙净长老不吭声。我说师父，今天的菜好咸啊。他说那是你的分别心，我们就是吃饱我们就能够修行、哦、我只能怎么样，我只能合掌，了解没有？好，这一诵就是这样。第三，见色自相即成立见其他一切有，哦，不，讲错，见色自相即成立见其他一切有大过失，这什么意思呢？看下一颂，他还是举瓶子为例子了。有外道这样问，瓶子是色法对不对？他们不是不同的东西，他们是什么？相同呢？色法，瓶子是色法，所以呢你见到这个色法，色法能包含瓶子，所以你呢可以看到瓶子的一切部分，所有的一切你都看得到，知不知道这其中的逻辑性？王居士知道吗？好，那个穿黑衣服，您怎么称呼？陈居士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讲。色法，好，例如，瓶子、杯子，还有什么？好，你讲。例如，瓶子。你随便讲。哦，你手中拿了笔，哦。好，陈居士，你手机。好，手机，好。好，王居士，你讲。扫把。好，扫把，好。好，齐居士，你讲。好，
点点点点点，好，这全部我们叫它什么？色蕴。其中我们讲瓶子，瓶子这边我们的眼根见到这个瓶子，瓶子是属于色法，它也是色蕴，所以说我眼睛见到色蕴，然后呢色蕴包含瓶子，所以我就能见到瓶子的全部的一切，这个逻辑推理是这样，那这样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在哪里？颂文里面有讲，解释有讲，为什么不对？跟刚刚那个三西一样。Yes. 所以我们看，所以这个论啊，它就是这样，有分析，有举例，然后呢有破斥。这个比你读，我不是说读经不好，但是它可以训练你的思维，是，但是你真正去看阴明论点，这是初级。对对对，你真正去看阴明论点，你又会快要晕倒了。来，我们看哦。所以他这里说，即使是眼视见到了瓶子，瓶子是色吧，也不该说什么。你见到了瓶子的一切，那么这个是眼根所见，那么相对于其他的鼻舌身意呢，也该是这么样子。所以这个颂文，若由见色故，便言见一切；由不见于故，色音明不见。他这个下半颂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看见其他地方，所以这个色法或色音是不是你也说看不见呢？不是啊，它是一个大集合和里面的其中之一，有主和从的不同。来的 黄衣佛，就是您贵姓大名？林居士啊，知不知道这个逻辑的分析？这个你学会了以后，跟人家吵架就无往不利。好，我们看哦，如果你承许瓶子和色法是一体，所以你眼睛见到瓶子，见到瓶子的一部分，你说哎，我就见到色法的一切，所以我见到色法，色法包含瓶子，所以我见到瓶子的一切，那这不对啊。说这个就是有大过失，了解没有？好，这一颂讲到这里，再下一个。这个学习论点，它就是能这样分析，那你的头脑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，你越来越清楚，烦恼执着就少，烦恼执着少，智慧就能升起。我在一个寺院讲经，我用这种逻辑分析方式，底下的法师们，唉，几乎全部睡着。他们就回我一句话说，这么会想东想西，那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我们就可以了生死啊。我听听就叹气，没再讲话。真的可以一句佛号念到底吗？
这样讲，来，你听我讲哦。这样讲就会得罪人，只是对于众生，我们还是循循善诱。你不要呵斥他，不要呵责。所以妙净长老不呵斥，不呵责的，因为这是个人的善根。我们看下一颂，下一颂在这啊。有障碍诸色，体非全可见，彼分及中间，由此分所隔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看他科文，破为色自相是限量尽。这里面有一些名词，什么叫限量？限量是什么意思？来，我们看限量，限量是残酷的，知不知道？我在讲冷笑话，你听不？这个限不是那个限，哦，讲笑话，大家不要介意哦。这个笑话是十几年前。限量的意思，它是限量是因民用语，就是感觉还没加入概念活动，没有思维分别，没有稠度推求的作用，直觉去认知。也就是说，你眼睛看见瓶子，就只是看见。你有没有对它起分别？大小多少颜色？没有，那是直觉。对，这是直觉。如果你说看到瓶子，对它有大小多少颜色，甚至产生喜好，这已经，这心念很快，这已经由眼视转到什么？心心所了啊。转到心所了，了解不了解？情绪是知道吗？我以前的认知是说，修行的限制不正。是，这是余伽限量。你说的是对的。所以这个是余伽限量，是真的限量。现前亲自的直接知道的感受，没有受各种幻象错觉影响。哦，没有受各种幻象错觉的影响。余伽限量就是这样，你静坐。到了初禅，你会有寻思喜乐一心五种功德。这个你有没有加以分别呢？哦，没有，这是自动产生。这个是真的限量。那我们看一样东西，我们听到一样东西，就听到就是听到，见到就是见到。好，这个是限量。既然你知道了限量在底下，那你就可以看这个颂文啊，和科文啊，破为色自相是限量尽。好，颂文是有障碍诸色，体非全可见，彼分及中间，由此分所隔。好，白话解释是。法尊法师他还是以这个即为于平色亦非现见性，以彼有彼分，此分中分故，
什么意思呢？就瓶子来说，它还是以瓶子做比喻啊。瓶子是色吧？啊，不，讲错了，瓶子属于色法。他说有不可以有现见性，为什么？他说因为瓶子这个属于色法有比分、尺分和中分。什么是比分、尺分和中分？比分靠近自己这一面，尺分远离自己的那一面，中分瓶子中间，瓶子中间里面你眼睛看不见啊，你只看到的是比分，就靠近自己的这一面。瓶子的背面你看得见看不见？ 那如果你瓶子的背面你看得见， 那眼睛是不是这个会延伸呢、啊？那就变怪物了，是吧？或是你的脖子会伸出来看到瓶子的背面。所以说，你不能说看到瓶子啊，这属于色法，你就说这个是限量，不是？因为你没有完全看到整体的瓶子。啊，这个颂文的意思是这样。那限量就缘起法来说，它还是毕竟空寂的。好了，那讲到这里，干脆我就一言以蔽之，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的，那这样就好了啊，还讲那么多做什么？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你这样讲说一切法就无自性，是毕竟空，就嘴狼沙漠了，听不懂。你对老阿妈讲，哎，阿妈，我跟你讲，一切诸法拢是安怎？拢是空的。伊讲空啥？无食饭会空哦。我包无食饭，我巴肚会空，对不对？王居士，你说对不对？你听不？来，你有问题吗？你问。不知道我该讲什么。不是，就很难啊！你都明明就看得见，你也摸得到，然后你说这是空的，真的很难想象。哦。是这样，空气你摸得到吗？体性是空的，啊、空气它就存在我们旁边，那你有没有摸到？摸到啊。但是有啊，但是你没有摸到。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它空气存在？现在用科学的方法来听我讲哦。好，空气装了一瓶，把它降温，降到零下100度，那空气就会慢慢哦，这个氮气就会在上面，氧气就会怎么往下沉，就变浅蓝色的液体。啊，氮比较重，不是有吗？我学化学的，我也是学化学。氮比较重啊，没有。没关系啊，就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。氧硫烯替，行。没关系，哦，这是。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，这样好了。氧是十六，看氮，氮是十四啊。对，十四。氮比较轻啊。它是现在形成液态的氧气，液态氮气还温度更低。来，我们看维基百科。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上佛教的课。好，没关系。谁在上面下面都没关系的。好了，来来，氮。来稍微了解一下。氮气
原子序是七，哦，然后我们看液态氮的话，它的它要在零下195度。好，液态氧呢？液态氧气它什么时候凝结成液体呢？零下182度。哎，那你讲的对，液态氮先，那氧气还有在，降到170多度的时候，氮气就会变液态，氧气还在，所以这个就是降温以后就可以把氧气跟液态氮分开。哦，这个是很奇妙，就是我们眼睛没看到不一定代表它不存在。这个 王居士说的对哈，哦，好。好，赞，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哈。所以这里所说的呢，就说你眼睛所见到的就能够看到整个瓶子呢，就不是。更然后推及到其他五根亦复如是。眼睛所见未必全是事实，更何况其他的根呢？是不是？哦，但是凡夫就不是这样。眼睛所见，耳朵所听，他就执着，甚至有先入为主的观念。比如说，卢梭法师脾气很坏的，他很凶，大家就哦，对，哦，他讲话很大声。他生气起来，其实生气即非生气，是名不是生气，不是真的生气，只是装模作样，而不要被外表所迷惑。所以师父派说是不是真的生气，是要吓人的。好，我们下一颂啊，来，继续啊，现在讲几颂了？哦，那再多讲一点啊。好，这一送有没有问题？所以瓶子，它如果你认为瓶子是有自信是限量，那是错的。好，下一送，即为分有无，因审地思察，因不成为正，意中不可成。根据柯文他说，是彼能力与所力相同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里头的解释。如果分析色法，一个一个分析，最后只剩物质组成的最小单位，我们称之为极微。但是极微它有没有方分？对啊，它有它前后左右上下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分析到，对，金原子它是组成金分子的最小单位，所以我们说金原子是不是有方分？有。但是继续分析下去，那会怎么样？就破坏了这个极微。
甚至到了原什么电子、质子，还有什么原子核的组成的那个王居士，等等一下，王居士的这个啊，对对，质子、中子、电子，他已经破坏极为物质的最小单位被破坏了，那就不成其为极为。那你说极为是什么？实际存在了吗？是有自信吗？意中不可成。好，了解了哈。哦，不是这样，也不是这样啊，是这样。冷笑话来了。他这个是分析极为，极为不成，啊，说一切有不，他的有你要了解，他是说是法有，是不是极为有呢？那如果极为有，那就是物体实有，那不成其为缘起，那小圣空义也会被破坏啊。所以说一切有不得有，你要认清楚是什么有啊，是法有啊。好，所以能力和所力相同，这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看他说极为的方分是有还是无，我们应该详细的思维观察。你引用的极为不能成为凭子有自信的证据，既然是如此，那凭子是限量吗？不是，极为都可以被破坏了，那凭子哪里会有自信啊，这个是这一送，底下他这个白话解释讲一大堆，我就把他有比较简短，我就快速念过去啊。有些人认为瓶子等一切会有根式限量值原值的自信相，因为不管如何分析，瓶子等法依然会有实有存在，其最细微的组成一部分就是极为，或者称为无方分极为，由极为实有故，瓶子也实有不虚，所以言等根是一定可以限量见到。对于这种能力的极为，若加以观察，实际中也不可能成立。所谓的极为，它究竟有没有方分？若有前后等方分，则不能称之为极为。依靠这样有方分的极为，合合成瓶子，也不能成立瓶子真实有自相。若他无有任何方分，则成完全无有，如是瓶子的本性也成为无有。既然无有，又如何成立瓶子有自信之相呢？那当然是瓶子没有自信。好，这一颂就讲到这里，再下一颂，视其于理。什么是视其于理？就是前面所说的，前面所说的在衍生，前面所说的都被破斥了，那衍生之理也是被破。所以颂文说，一切有碍法皆众分所成，言说自亦然，故非根所取。法尊法师翻译，一切成分色复成为有分，故言说文字此中亦非有。好，白话解释是什么呢？白话解释是说，一切的色法就无人之观察，无人就是我们了，无人，我写论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这个，
很多人都用笔者，我不用这个，这个是日文的。好，我们看一切设法在观察之下，你对于它的整体和它的这个什么整体的部分，应该是这样说哈。我们看一个瓶子，看一个茶杯，茶杯的组成有什么？杯盖，有杯的体，还有它这个杯套。这整个叫做整体，那部分就叫支分，哦，懂了没有？好，这里所说，你观察它的全体和它的部分呢？这个部分在观察它组成，怎么组成这个部分的部分？那你这样一路观察下去，一路分析下去，最后呢？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？这样分析下去无穷无尽，所以你直接就是这样说，这个都是一切缘起。诸法为什么要成立？我们只是给它一个名称文字，然后我们能够依着这个名称文字形成的名词，我们称之为名言，而认识它。其实这个名言所安立的一切法，也是什么无自性毕竟空。这一颂文主要讲这个。好，如果听不懂，请看我这边讲哈。来，我在擦白板的时候，你们可以自由讨论。来，我看哦，来，我画一个茶壶。这个是什么？壶什么？壶底对不对？底座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壶柄。这个是什么？壶嘴。就是壶盖，好，所以这些这个叫做支分，这整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不。不要跳那么快，慢慢。这个叫什么？全部，全体，对不对？叫做总。对，总，谁说的？对，总。
但是这些全部都是名言案例，就是给他一个名词。为什么我们需要名言案例？我们是为了要认识他，要了解他，知道他的作用。哦，那他这些东西，我们说这叫胡。好，就这个部分之分，我们再比如说以胡饼来说，把它放大，它是这样。可是它不是必备条件，你就没有胡饼。对，我只是举它做例子，只是举它做例子。那把它放大，这个也是土烧制的。那这个土是怎么来的？它可以打金的。好，你可以金子的这种。然后我们继续一直分析下去，你这样是什么？无穷无尽。灰尘，其实就是因缘。就最后就是一切就是名言所安立的。一切法，一切诸法，都是什么？啊，毕竟空。啊，无自性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再讲一遍。那干脆一言以蔽之，讲这一句话就好了。那为什么还讲那么多？就是为了要度众生。因为你如果只讲一句，这一句很多众生都根本听不懂。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笑话，你对一个阿嬷说一切拢是空空的，然后你讲神色也难，那阿嬷就吐槽了，什么空的啊，中道还未吃，巴肚真枵，哪有空？枵也是空啊，他就这样吐槽。那你怎么办？所以这个要为什么要分别解说，就是重点在这哦。好，这一送讲到这，可以不可以？所以度众生很苦啊。哪里呢？就是这个子二这个句说，第一句一切有爱。子二啊？对啊，你现在不讲四气于理吗？你就解释它是跟那个总有爱不是四吗？子二是破意识取境有自信。不是四气于理啊。好，第几页？三四六，倒数第三行。倒数第三。哦。有爱是有执爱啊，有执爱就是什么？是设法。你不是有违法啊？对，执爱。我讲到这个执爱，在18年前，我在中华佛缘所上蔡伯朗老师的《俱舍论》。他讲课不善巧，就是直接就是名词讲过去。我那时候听都听不懂，什么叫执爱，什么叫方分，他还不解释，不解，他就说是你程度太差。那学者就是这样。没有，很多人名相都没有弄得很清楚。对，他就 BJ4 不解释。有可能啊，好，
所以这个有时候你就把专有名词给解释清楚，你很多理啊就会通。好，再讲一个颂好了。最后他别破里面有分两个，子二和子一，破镜的自由啊，不破镜由自信由根所起。第二，破意识取镜由自信。子一呢再分成两个，破所见时有和破所闻时有。在破所见时有又破又分两个，破镜时有，破有镜时有。破镜时有里面又再分两个，破内部破外部，破内部又分三，他就一直分。这个就是科文，他就这修行跟科文这个有没有关系，很有关哦，这样才有理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。这是中国人发明的，所以中国人他很有逻辑性。只是为什么大家对他没兴趣呢？藏西以前没有，到明朝以后才吸收才有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他吸收。好，底下他说成一成二成三，破显色与形色所摄的色，自相为眼视所取的境，观察显色形色两个自相是一是一而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讲这个，什么是显色，什么是形色。那这些就是要先讲色。什么是色？色是不是颜色？不一定，形状也是。这个话是对的。那我讲一个笑话，黄牛怎么讲？ Yellow cow， 对不对？我是讲英文的。黄牛怎么讲？ Yellow cow， 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色狼是不是 color wolf？ 我就知道你要讲很奇怪的。完全不是啊，英文不是这样讲。你要是说 I'm not yellow cow， 那美国警察就一些公司啊，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I don't know。 那我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色不只是颜色而已，它是色法，是色蕴，显色。这个就是专有名词，你要跟人家讲清楚哈。来，显色是什么？来，显然可见，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哦，它这个是什么？相状显著的色法，不是只有颜色而已哦。例如说，你看到云，你知道这是云。云跟烟是不是一样的东西？不一样。对，为什么不一样？它的形态。云它有聚合，烟呢，虚无就没了。那你要能分别，这叫显色。是不是？它有包含颜色哦。这个你要学过色类学才会知道。好，什么叫形色？好，我们看形色。对，方圆长短等等这些，高矮胖瘦，粗细，粗细，对。以前我的老师直接就讲显色形色，我说你在讲啥？他说自己回去查字典啊，查词典啊。这是社会学的影响。这个是可以用来修行，但他们就是这样讲过去，他没有在心里面这样修止观，所以这就是学者
之所以为学者，他们还是贪嗔痴烦恼一大堆。哎，那就怜悯他吧，就好像医师，都常常外科医师开膛破肚，他为什么不这样修不净观来出家？啊，医师还特别色，上酒家，为什么？那道理一样。好，显色形色你知道了之后，看这个颂文，我们把这颂文讲完就下课哈。离显色有形，云何取形色？即显取显色，何故不由身？然后我们看，瓶子。它是色法，既然是色法，就有显色和形色。那你怎么知道瓶子有显色和形色？你怎么观察到？眼视所见。所以眼视是限量，所以外道啊，不是，所以瓶子，刚刚修正一下，所以这个瓶子。是眼视现前所见，所以瓶子是实际存在，有自信有自相。好，那我们来分析显色和形色的怎么产生的。好，一言以蔽之，也是一切是缘起法，无自信。离开了显色有形色吗？啊，没有，它是整体呈现的。瓶子你一看，有显色有形色。既然如此，眼视能够一下就能分别显色和形色，或是分开来分别吗？当然不行。同时，你眼根摄取，好，但是问题又来，形色和显色是等同的吗？是也不是。是在哪里？不是在哪里？这个都是要区别。那如果说是的话，那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身体。我们长得高矮胖瘦，难道等于我们的什么？黄皮肤白皮肤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这一颂主要是在讲这个，这个在破斥什么呢？显色或形色的一和异都破斥，那就是回到中论的第一颂啊。生灭长断，一一来去都破事。然后底下我这边把它的白话解释念完哈。那刚刚那个理大家懂不懂？所以论点要解释清楚，就是在解释里面的逻辑性和理路。所以很多法师他中论讲不下去，就是这样。不是，他越讲脑筋越迷糊。如果说你只按照着注解这样念，那去讲中观论书，哎，温戏呀。好，如果离开显色另有形色，那么眼视为什么能取形色呢？如果形色即是显色，那么取显色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是由身体的这个身势呢？什么是显色呢？这指红、黄、蓝、黑等物体的颜色。哎，这个就是不太对啊，只能对一部分。形色是指物体的形状、长短、方圆。这两种色是根净法的色相。有些人认为眼视能现见对净法的显色形色，此是限量，完全可以成立瓶子等所取境的色自相成立。针对这样的观点呢，
在这里我们说观察显色和形色是一体或一体都要破斥，如果离开瓶子的显色，另有长短方圆的异形色异体存在，那么演示在取显色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同时原取它的形色呢？因为两者是分开的，但是显然不是这样哦。显色中无有形色，就如同马和牛不是同样的东西啊，不应该同时演示现见，而实际上中人们的演示在取经的时候同时原取显色形色，所以眼根正常的都可以看见红色的圆柱，不是说红色跟圆柱分开的啊。但是再说了，如果形色和显色是一体，形色等于显色，那么是自性而成，这样一体无二。这样子来说，我们的身识在辨别瓶的形色的时候，身识为什么不能了知瓶子的颜色呢？形色可以由身体的触觉知道，但是显色身体的触觉碰触可以知道它颜色吗？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二者啊，既不是一也不是一。那这一颂主要是在讲这个，这个其实在般若经里头有，般若经里头有，在心经里面更清楚，好，我们现在讲七颂，那下周我们继续啊，从349页开始，那下周我想问问题或是大家答话就少一点，我们多讲几种，快过年了。七号停课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我知道。好，所以诸位，我们下周31号再讲一次七号停课，然后我们就讲到14号。21号就放假。我想15号这一周啊，就我就不再上，就让大家都放假，我们就上到14号，然后15号这一周的周三也放假。我想去住戒律寺院清静一下，我可能去正觉精舍吧，可能啊。好，下周我们从349页开始，那么另外一本白话本子是503页。好，今天讲的有没有不清楚？那还有一个本子是800几页呢？816页啊、哦？怎么了？啊，好，我们820页开始啊，820页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向下文长。赋予来的，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下课。